捡垃圾，修玻璃，换马桶，不断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，来到人世是为了复仇，为替新娘中介。任何疑难杂症，我都能一眼看穿。我是今晚节目主持人，死神 Michael。108裴汉翔，我是今晚节目主持人阿松叔叔，机械108张泰宇，我是今晚节目主持人天才美女医生 Rebecca， 心理107陈姿桦，2016成大新鲜人之夜下台一鞠躬。回去记得搜寻死神 Michael， 天才美女医生雷贝卡，阿松叔叔